等待许久，吴建豪终于在粉丝们的期待中发片了。此次专辑可以说是他的气血之作，从 MV 的拍摄到造型设计都自己一手包办。年轻人的黑泡芙风格的宽松牛仔裤搭配背心及帽 T， 以及许多逼灵逼灵的闪亮配件，让他的帅气无法抵抗。非常棒，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就像之前说的，可以看从头脑里面有画面，然后突然实现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非常棒，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已经上瘾了，然后下次一定还会再有。Vito 是我的好兄弟，也是我的好师弟，所以他这张专辑听工作人员讲，我听他讲，就是花了很多的心血，很多这次的音乐啊，还有很多视觉啊、听觉、MV 造型都出自他自己的想法跟内心，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收听的一张专辑。好友王力宏及身穿象征有大鹏展翅的金鸟 T 恤，亲手送上钻石机枪为他加油打气，许多不能到场的家人好友也通过录像为他送上祝福，更多的是那些从各个国家赶来参加他发片会的歌迷朋友们，让他感动不已。看到很多歌迷从泰国、韩国、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台湾、各个国家的歌迷都有来支持，所以非常的感谢他们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感动到极点，差一点掉眼泪。他坦言五年没有登台单独演出，表现得有些紧张，不过相信自己的新专辑一定会卖得不错。问到有没有叫上 F4 的队友一起支持他，他笑说是兄弟就一定会支持自己。